快到2023年了，我们画个挂历，自己挂在家里头也很好看。画蓝场，画个兰花的挂历吧啊。那个呀，这个花青、藤黄调成墨绿色，因为我这个纸是仿古的，调的颜色就深一些。仿古纸啊，颜色深。好挂历。一笔长，两笔短。我画短的了，画还画个长的吧，这边画一个长。挂历纸还行，挺好使。破凤眼，这能大家能知道啊？破凤眼，往这边画一个。这边从这儿画一个下来，从这儿画。需要再来一个，这块再来一个，这块再来一个，从哪来？从这来。调一下，笔上蘸一点水，调淡一点的一个啊，不能都画的这么浓啊。觉得可以了，好像这块需要破一下，这块啊，需要破一下，破一下，还破个长的，这破一下，沾点水让它淡一点。在这儿开始，应该在这儿开始。不是这个不太好，不太好看了哈，这块窄了。
们调色画花。